好，那继续下一个剧情吧，金客栈。哇，好热闹的茶馆。一路来此，走得有些累了，还是先找个位置歇一会吧。啊，少侠请坐，瞧你一脸困顿之色，想必大老远来吧。正是。少侠打算在闭店投宿打尖，还是坐下来喝杯茶休息休息？闭店的十里醉可是远近驰名的哦，要不要先来上一壶？谢了，请给我来三个馒头，一壶清茶，其他的待会再说。好的，馒头清茶马上就来。小二哥，麻烦你过来一下。来了。姑娘有何吩咐啊？是的，小的马上照办。这位少侠，你点的菜来了。咦，小哥，你大概弄错了，在下没有点这些菜。这几道菜是隔壁桌的姑娘请客的，少侠不用客气。隔壁桌的姑娘，少侠请慢用。感谢姑娘盛情相待，若姑娘不嫌在下这里只有清茶，就请移驾共饮如何？会把妹。在下应建平，敢问姑娘芳名如何称呼？小女子风寒月，瞧少侠这身穿棒，乃是剑道中的，不知是哪派高徒。说来惭愧，在下行事鲁莽无当，已被逐出师门，恕在下不敢到本门名会。这可奇啦，逐出师门知事体大，瞧少侠的神情一派正色，何以遭如此责罚？这此乃我门内之事，不足为外人道。也好，那咱们先喝茶吃菜吧。小女子以茶代酒，酌敬殷少侠一杯。多谢姑娘，我瞧少侠人品端正，必是可信之人。实不相瞒，小女子有一次相求，不知少侠可否帮这个忙？究竟是什么事情？能否请风姑娘先出来听听？此事事关重大，牵连甚广，一时之间我也说不清楚。事关紧急，如果少侠不肯帮这个忙的话，就当小女子刚才没说过这些话。并非在下不相信风姑娘，只是姑娘此求着实唐突，在下问个两句当不为过。罢了，求人不得求己，我还是自己想办法吧，咱们就此别过。等等，风姑娘。找到了，在这里。这是我四下门千里门户，现在人等都给我滚一旁去。大方块。什么叫千里门户？你们胆子也太大了，你眼里还有这个师姐吗？大师姐，你自己做了什么想必心里有数。只要你答应和我们回去见大师兄，到时候一切自有分晓。哼，他想要只是这紫金王鼎罢了。大师姐既然心知肚明，就别让我们这些做师弟的为难。高师金这才子狼心，变成他是本门大弟子，也不想想师父病重未愈，竟然假传师父号令煽动门中宝物。师父曾说过，这紫金王鼎关联重大，绝不能落入奸人之手。今天只要教我一口气在，休想会交给你们。既然如此，我们这做师弟的也只有得罪了。啊，几位客官啊，别乱来啊！别赶走了，哼，
来吧。等等，那边的小子最好别管我们家务事，惹上我们可会要你的小命。林少侠，此事与你无关，劝你快快离开吧。风姑娘，贵派的纷争虽轮不到在下开口，但望之扰民惊众，乃是我道中人的大忌。在下不才，这桩事要插手管上一管。林少侠，你不必。瞧你衣着服色，显然是天玄门派。哎，天玄门的术法御剑不过是三流角色，在我四下门之前不足一赛。阁下此言也太猖狂，在下虽已被逐出师门，本门声明却容不得你们轻诲。既然你喜欢送死，那就成全你吧。风姑娘，你刚才说的忙看来是帮定了。你这人少废话，上。好，打架打架。然后这款游戏会有一些那个就是隐藏道具啊，然后有些是很明显的，是有一个发光的点。那我们先去拿这些东西。OK， 两个。好，这两个是很明显的宝物啊，有些宝物是隐藏的。OK， 我们先看一下隐藏宝物在哪里啊，先存个档。好，我们先找这个佛珠，然后行动距离好像是弓箭品比较长，可是如果先去拿这个的话。不好，所以我们现在凤凰月走下面好了，给我升级，然后应剑品去拿佛珠，右边这个是道具啊，饰品佛珠，那我们先这样走，然后应剑品要去汇合凤凰月那边。左下角那个是100块，100块金币，是。然后凤凰也赶快跑。哇，快追到了。升级，然后存个档好了，然后再走下面，然后疯狂夜赶快跑，法术的话一定要在原地，就是还没行动之前才能放。原来兄弟们在这里。大家一起上！啊，应该经常要多买一点的。啊，忘记买，糟糕！真打得赢吗我？哦，对方有金疮药，太好了。红色是会法术的敌人，所以法术攻击伤害其实对我们会造成比较高度的伤害，所以通常法术师要先把它击败。跑得掉吗？好。不要啊！17，打得到吗？打得到，糟糕！好，独挡吃金疮药。风姑娘，这样就死了。败阵。好，独挡。其实很不想要吃金疮药了。
这样的话只能烧他们了，应该烧得死吧？等等等等，我先控制风行月烧。好，52滴耶。等等哦，那我不用，我知道啊，先烧上面那只，这样比较好吗？好，就这样，先烧上面那只，把它打死，然后再弓箭兵。弓箭兵先蓄气好了。17。升级。我靠，暴气。哦，蓄气是不能反击的。好，主角血还剩多少？15滴。先戳你！啊！傻小，好快转！好，我就不信这次打不死你，中了吧？金虫药，我记得这边可以写到气运数啊，好像3等吧，还5等。他们走路其实蛮长的，距离很长。蓄气。我是应该装备佛珠啊。10滴。172。还没升。好，我准备辅助了。右上角那个是什么？命中率吗？要让主角在外面扛吗？好了，那要扛一下啦，扛一下伤害。好，其实主角学到气运之术之后，在前期我几乎都让阴剑兵用气运之术去升级啊。练等啊，有了，因为前期主角攻击力伤害其实相对其他同伴来说没有很高哈，而且到后面我们的等级越高，打敌人的那个经验值会越来越低，所以用契约之术反而会最高的，这是练等的方式啊。那现在我就会帮
哦，14嘛，所以我们可以等一下，我们只补一次。好，然后就要站这里好了。不要不要，站这里。这样一次就一个敌人打我，除非那个敌人被我打死。七。是的，好，我想做的是，等一下，让主角被打一下，主角先不要攻击。可以先防御吗？不行啊！哎，没有防御这种事哦。啊，用蓄气啊，蓄气就不会攻击敌人了。没想到你这边打一下，然后让疯狂月施法，然后炸两只。哎，直接炸一只比较好哎。这样可以炸一只吗？可以。然后炸死一只，另外一只给，等一下，给硬件品升级。哎，没中，法术也会没中，法术基本上命中率很高哎。主角休息，然后再让他打一下。将近等有帮助吗？将近等是对的吗？没打死。好。等下再放七玉之术。没打死，防御太高了吧？不是啊，格挡太高了，我怎么一直打不到他？有了吧？好，我想一下，这时候补血吗？英姐，你们撑得住吗？感觉是撑不住了。蓄个气，哦不要不要，直接补血。这样该不会再省一点？耶，提升五等。好，凤凰月应该也不能犯法术了，扣打就两次。六，看一下，他应该哦，他还可以放一次，但主角没办法补血了。好，我们直接干他吧。他会不会一下就被我戳死啊？让凤凰叶先戳他。啊，凤凰叶也可以戳死他。好，就这样。辟邪玉佩，小妖哥，这些银子赔偿你店里的损失，还望你能够见谅。啊，店里倒没什么损失，不过听说最近常在这里到桥店私巷闷冷，如果你和他们有过节，劝你还是赶快离开此地为宜啊。多谢小妖哥你劝告，小女子这就离开。殷少侠，多谢你刚才出手帮我，不过拜你多事之事，现在你也脸上麻烦了。见死不救并非本派作风，何况风姑娘先前不是要在下帮忙吗？我只是要你帮我保管东西，可没叫你出手参战，如今只怕你以后和这些家伙没完没了。只要行事守义持正，在下没什么好怕的。哼，
但是你不知道本派还厉害，我可不想害你平白丧命。那咱们走吧。啊，要上哪去？哪都好，赶快离开这里就行。你没听到小二哥说的话吗？要是我大师兄追来的话，可就没刚才我那些师弟那么好对付了。可是，我不跟你啰嗦了，如果你愿意来的话，就来吧，我先走一步了。等等。真是任性的姑娘，当中她孤身离去的话，只怕又遇上凶险。我还是跟去看看好了。好，我们来配一下武魂。武魂是这个游戏的特殊的操作，是有点像是能力值的分配，大家可以这样子想啦。然后，好，我们先存个档啊，这边也可以存档啊，这边存档是一般的记录啊，这样。然后前面这些是别人的存档了，然后武魂化运就是我们的要配的那个能力值啊，然后训就是可以想象是速度之类的啦，神魂25，那我们要把猎神魔都配到25，先配神好了，然后这样，然后风寒月的话。烈30，烈配要30，好，就这样，确定。然后再是体态应该不用了。佛珠确实可以先放到行囊里面。辟邪玉佩的话。哦，属性将蛮多的。好了，不中白不中。啊，就这样。啊，没什么东西。好，然后这集就这样啊，我们一幕一集。好，喜欢频道的话，左上图片按下订阅，右下角订阅按钮，跟你讲解打开中文信片，你最好收通知哦。谢谢大家继续收看，拜拜。